真的不考虑留下来。你也听到了，老师说要加急办签证，如果明天再不回去，2+2的签证就办不下来了。江青真是养了个白眼狼。你还说我，你让我留下自己却要走，我顶多就出去2年，你呢是永远不回来。要不咱俩都别走了。那个我必须要走了。谢谢你让我听到那段录音，我的车马上就到了。是不是以后再也见不到了？大概吧。小葵，我那天做了个梦，梦到我们都留下了。我还以为你真的不来了呢。动车 CF1694 列车已经到站，旅客朋友们，请您站在黄色安全线内排好队。登车停稳后，请按照先下后上的顺序依次上车。还在候车室的朋友们，请抓紧时间来到站台排队上车，谢谢。你决定留下了，为了江晴。不只是他，我现在还多了一重留下来的理由。虽然我还是不愿意相信梁教授，但我愿意相信你，我们还是好兄弟。